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星座斗士啊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旭哥就是建议大家不用氪金啦，无氪爽玩就好了。那开局就有好几千抽啊，再加上你可以拿到礼包码，然后去无限爽刷，所以就是无限抽，爽爽抽起来。那这个很多转蛋都可以一直没事就来抽这样，就可以自选你想要的神角这样。所以 T 零神角是可以免费拿的，啊，一堆福利，八天登录一样，有一堆神角，像是紫龙啊，然后狮子座啊，然后大量的钻石啊，然后自选神装、召唤券啊、特殊召唤券，可以拿到神角都可以免费，爽，啊，可以拿一堆角色，有没有？这个都可以免费拿。然后无限抽啊，然后可以就是转蛋池可以无限刷起来啊。好，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福利还有最爽的转蛋，加上这个史上最多的礼包嘛，隐藏版的需要就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。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游戏了。前面很热血的音乐啊！终于来了！圣斗士星矢，天马座诞生！哇，这个好热血的感觉！让我们先解决掉前边的敌人。左放字型的玩法，哎，会送紫龙。有这个一键布阵，一样是放置型，可以两倍速。怒气充满。来，天马流星拳。然后轻松获胜。画面有点阳春啊。但是配着这种很复古的年代的游戏，就还算搭啦，因为就很复古嘛。反正就免费无氪玩就好了。这种游戏呢，旭哥一律都建议无氪爽玩就好了，不用花钱，免费玩 ，OK。来抽角色了吗？来吧，我们来抽一下。会中什么？雅典娜吗？天马流星拳，哎呦，传说的凤凰座一挥啊！哇，五星神角，免费拿，超帅！加入了我们，点击动刷按钮可以查看，福利还不错啊！五星神角，点击详情，点击升级，把它升起来。装备可以给斗士提升，一挥培养，是时候反。带着我们的一挥啊，一挥是后排啊，放大招了，应该可以开 auto 吧，哇，蛮帅的啊，燃烧你的小宇宙啦，打起来蛮轻松的。哦，这个一个 A O E 范围很爽，挂机奖励开启了，直接清下去。我会帮大家点击领取，有了足够的资源，别忘了有了可以免费领。第五关之后就可以开 auto 了，破完之后一挥大招放下去就清完了。这个很猛哎，一次真的清整排，超屌。一挥其实很好用啊，哇！前期的官方用的神角、啊，可以提升沙之的祝福了。点击沙之，沙之，赠送，去看看沙，点击沙之不是那个吗？点击免费按钮，只有乌龙派出所那个沙之，小沙之，左近视的那个，可以进行自动战斗，可以自动战斗了，终于 ，finally。
电机，电机可以二倍速战斗。啊，终于，好，轻松获胜。这才是放置型的玩法嘛，还要那边自己在那边按大招在搞笑是不是？几百年前的手游，好，就是这么轻松啊！打 BOSS 呢、欸？天魔星库恩，会有个救星是不是？狮子座，哇，直接打爆他！哇，一击必杀、欸，太屌了！这个神角，最强神角，蛮屌的。好，那这边有这个手厨奖励，不过旭哥建议大家都无氪啦，那手厨可以拿到很多神角和转蛋券这样。那旭哥是完全无氪，不氪金，免费玩就好了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。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左下方有个激活礼包，礼包就是礼包码、虚宝码、序号、兑换码。好，那这边又叫兑换码，反正他们每次都取不一样，它、啊、其实都同一个东西啊，什么 CD key， 什么 coupon。好，那我们就输入这个礼包码，这个三万，然后 PRE， 三万大写的 PRE。3000543400，然后 P R E 按确定。哇，这个有300000的金币，然后200钻，再加上哇，这个五星的传说斗士啊。接下来呢，改成这个60000，36000，然后 P R E 60000 P R E 60000，然后 P R E， 接下来按确认。哇，爽！有这个资源、钻石，还有这个哇金卡转蛋券。好，接下来点这个100000 P R E， 一然后50000 P R E， 100000 P R E， 接下来按确定。哇，爽啊！哇，直接拿五星角哎、欸！哇，开局直接刷五星，然后你还可以去刷一堆这个转蛋券。我们试一下其他的好了。看改成200000有没有？没有是。好，那500000呢？反正都好。接下来就是背包拿我们的神角啦，直接拿一个啊！哇，五星神角，尼欧贝，欧贝来，尼欧贝。然后来抽一下，还有给我们转蛋，我们当然抽啦。来，哦，又一个五星啊！海魔兽，哇，版本最强踢影神角都可以免费，那开局可以这样无限刷，你可以换伺服器再刷，反正这个它有很多钱抽嘛，然后你也可以换服再刷，礼包码用用，就可以一直刷了，超爽。再抽一次，开局就可以这样一直无限爽刷。小兵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这边有一些福利可以去拿，这样活动。啊，可以点星星，啊，可以拿到资源。然后这边有转蛋券啊什么，然后还有这个自选替影神角一样，拿到这个摩西斯白金座，这边自选，那你还可以去选你想要的，来，莱蜜，这超赞的，让你无限爽抽，亚迪里安。猎犬座，好，所以最强的神角、最强的福利，然后最神的阵容都可以免费入手，官方认证 T 零最神阵容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史上最多的礼包码，最新的隐藏版序，还有这个最爽的福利，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最爽的转蛋。好，那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